乡阳江市阳东县，是一家专业制作厨刀公司，创立于2000年，现有员工200多名，其中管理及工程技术人员50多名，现有各类生产加工设备及检测设备100多台套，产品主要销往中东、欧洲、美国市场。公司员工在总经理的领导下组建了研发部、技术工程部、品管部，在产品开发、技术改进及品质控制上大胆投入，同时引入 ERP 软件，对各类数据进行及时监控，实现电脑系统化管理，满足及时生产及出货需求。家乐家刀具生产有20几道工序，现在我们来感受一下家乐家刀具部分工序的制作过程。首先，由工程师对新刀具做最优化的程序处理，确保刀具美观实用。每一把家乐家刀都是用优质的高碳钢制成，锋利而不生锈。自动开料机，开出的工件快速标准，家乐家制刀每道工序都有制控点，对工序的质量检定。采用设备是最高电脑控制流水作业的热处理设备，务求使用每把刀片硬度处理均匀。每把刀经过抛光、磨削，手感舒适，美观大方。经过抛光、磨削的刀片，还需要不粘烤漆、时尚印花、亚纹浸光、亚纹烤漆、亚纹印花、独特激光印花等10多种不同表面处理效果，让刀具更具个性化，满足不同地区客户需求。唯有富有经验的磨刀工，才能把刀口磨削锋利。首先，在砂轮上磨削刀口，然后在量角器上量测刀口角度，确保磨出的刀锋利耐用。每条塑胶手柄都通过精准模具、优质材料、精密机械生产出来，确保质量稳定，满足客户需求。每把家乐家刀都要经过刀片刃口厚度、角度、锋利度、耐磨度、抗锈等测试，才能进行组装、包装，确保每把家乐家刀达到高品质。